迪曼涵，表演者李龙坤、程龙早。感谢各位掌声鼓励，谢谢大伙儿。来，朋友非常热情。哎，别看不多，是一位主持位，那是。哎，咱们上来就能感受到，感受什么？这个掌声啊，啊，如这个浪潮一般。你怎么感受出来的？就是一浪接着一浪。你就够浪的，你感觉挺不错的，是还行，能给大伙儿演出，内心也非常的激动。哎，上台就简单自我介绍，说说，我叫李龙坤，人生一名好学生，谢谢各位。我在浪潮，浪潮，这没够不太浪的，哎，很热情。哎，接下来呢，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程龙早。哎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咱俩是小演员，是没什么名气，哎哎，得着重的强调一下。怎么还强调一下？各位加深一下印象，不就认识我们了吗？那倒是，哎，有熟悉这个德云社八队的朋友知道，知道什么？咱们具有外形啊，哦，这个长相，哦，以及对，有一个外号叫什么？郭麒麟平替。有人给你认出来了？哎，您认出我搭档来了吗？我呢，孙越平替。直接给说出来了，挺好的，俩平替那个，不错不错，对不对？不怎么样，让人认识，让人记住了，记住也记住郭麒麟、孙越，但是能记住，哎，这个八队有一平替，嗯，对，这是好的吧？这没好扇子，能记住，记住有一个这么个人啊，下回来听，下回来听八队，还听这俩人，那倒是，对不对？哎，很重要，是，我们是这龙字科的演员，嗯，郭老师一共八科弟子。哪八科？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八科，我们是龙字科。嗯，新给的字儿的一批人。是，之前是在天津那边学习，那边上课。哎，说相声四门功课，大家都明白，都知道吧？说、学、逗、唱，哎，对吧？那天在台上说的是说相声四门功课，吃喝嫖赌。有观众这么说，其实这观众说错了。怎么着？我们不是吃喝嫖赌，那咱们嫖。哎，后台这点机密全说了。当然他不一样，我不一样。吃，我就成吃了。就说你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哪那么些吃？包罗万象，什么都得学。对，平常得多观察。哎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嗯、总结这个生活当中的笑料，是生活当中的包袱，嗯，哎，运用到相声当中，那对，哎，贴近生活，但是高于生活，嗯，这是相声。是，但是你说现在，比如说随便说的观察或生活当中的东西，嗯，哎，北京打招呼，北京打招呼，有意思，是吗？你观察过吗？我倒没注意。北京，别看我们都是北京人啊，是吗？但我们是北京，但是城外。城外远郊，得多远呢？在房山，我们俩房山比丰台远多了。哎，你知道这算北京吗？丰台算近郊啊，我们算是近郊。是，哎，这个城里跟城外打招呼都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哎，你看城里是怎么打招呼？嗯，城里叫人啊，把这姓氏放头了。哦，家里排行呢放后了。是这么回事吗？你比方说呀，嗯，比方说有这个姓王的，对，家里排行老大，嗯，所以是，王大，啊，就叫王大。姓张，张大，哦，姓李，李大，是，姓熊，熊大，哦，熊大，熊还有熊的事儿呢，这你吗？这不是跟我没关系，哎，就是姓熊，熊黛林，哦，他们家要排行老大的，他叫熊大，哦，哎，您这老舍茶馆都看过，秦四爷有，张二爷，哦，徐八爷是，哎，都是什么？徐四、张二、秦四，哦，姓氏在前头，家里排行在后。啊，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到了郊区，嗯，这通州，嗯，完全不一样。到通州怎么办呢？满拧。怎么叫满拧？哎，家里排行他放头了，嗯，姓氏放后头，把他掉个个儿。哎，比如说我姓李，嗯，家里排行老二，是，人家叫我二李。哦，就叫二李了。哎，姓王，二王。哦，姓张，二张。是是，对对，咱这么来表演一下试试。好，大伙儿看。我再投了投，你叫我。哦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比如说姓王，叫我二王。哎，我爱听。我也爱叫。哎，我姓赵，叫我二赵。哎，我爱听。我也爱叫。我姓李，叫我二李。哎，我爱听。我爱叫。我姓舒，叫我二舒。哎，我爱听。我不爱叫，怎么还有二叔呢？这个二叔超便宜，不是超？在这时候有姓舒的吗？有啊，谁姓舒啊？
舒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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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那是动画片儿呢，没他，没他。这姓这姓什么了？啊，姓贝。姓舒本人有姓舒的吗？有。真人谁？舒淇。舒淇。舒淇那是女的，男的有姓舒的吗？舒淇的弟。舒淇的大爷。他老熟。熟。行行行，真知道字儿吗？河北话。有姓舒的。有姓舒的。那你也叫我一回。没问题，他们没看清楚啊。好，您再来一回啊。你姓王，叫咱老二叫你二王。哎，你姓赵，叫你二赵。哎，你姓李，叫你二李。哎，你姓沈，我叫你二婶儿。哎，怎么还有二婶儿呢？你二婶儿，我二叔，咱俩两口子呀。谁你两口子呀？好的，你别瞎配对。怎么了？啊，就有这么叫法就得了。这么叫，这是礼仪礼节嘛。啊，到天津，嗯，同样是称谓，嗯，也不一样。这还有什么区别呢？天津都是人叫那个儿都啊，嗯，有趣，有意思，嗯，也重礼节。对，他们见面怎么着啊？怎么着？爱称呼爷，啊，管人叫爷。嗯，比如说姓李，啊，人叫我李，李爷。哎，对面这主呢还不能识这个兽，怎么着？是我，他不能那么着，他怎么办？他得回，怎么叫回呢？不能单回一个，一下回打长溜，回一长溜的爷。我推荐这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这个刚才我一个表演，大伙儿没听明白。那咱们一块儿表演表演。咱俩现在就是两个天津人了啊，在这个金狮子桥上就碰见了。是。哎，然后你在这站着啊，我瞧见你了，我可叫你。我你回我一大长溜，感觉就是特别的热情。是吗？倍儿礼貌啊，倍儿客气。咱试试，可以吗？那咱来了。哎，爷李爷。爷爷爷爷爷爷爷。哎。爱听啊，我也爱叫。不是，这一长串是不是有点太长了？那确实是有点长，简短点可以吗？简短仨字也可以呀。仨字可以吗？可以呀。咱再试试。再试试啊。呀，这不李爷吗？爷爷爷。哎，这不错。仨字还是有点长。仨字也长啊。是，那就一个字。一个字行吗？可以呀。咱再试试。再试试啊。哎，再试试。嗯。呀，这不李爷吗？一个字儿行，仨字儿行，俩字儿是不是就不合适？俩字儿也行，俩字儿也行，俩字儿特别可以，是吗？试试，咱再试试。哎，呀，这不李爷吗？孙子，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怎么改孙子了？那我还吃着亏呢。行，天津这么叫，天津这么叫，这也是个礼节，礼仪礼节。嗯，都是现代，是也近现代。嗯，然后过去到这个清朝，嗯，这礼节比较繁重，我就过去就繁重了，比较复杂，是吗？清朝人就怎么样？嗯，满清贵族啊，嗯，叫这个撞肩礼，撞肩，哎，先请一尊安，哦，之后呢撞肩。哦，这么回事，表示尊重，是是，表示问好。哦，这您明白吗？我多少知道一点儿。咱表演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咱试试。现在就不是三清园德云社了，那这是这好比是。皇宫大内，这就改皇宫了。这不是台子，那这是紫禁城。哎呦，底下都是皇亲贵胄。哦，皇亲国戚。哎，都是内务大臣。哦，嗯，男的就是你的阿玛，我的阿玛，女的就是额娘，全比我长一辈儿、哎，都是好人，啊、都是大官啊。对对对，哎，咱俩呢也是这个办公人员。哦哦，在这个皇宫内碰见了。好，然后实行这个蹲安。嗯，撞肩。那咱试试。我打这边来，你打这边来。行行行，来表演一回啊。呀，这不是程公公吗？呀，这不是李总管吗？啊，这小姐。见着了，我给您请安，我给您请安，我给您请安。你这一下我可就有点受不住了，这么一下跑了，那个不行，第二下遭不住，接不着你了。哎，这就是撞肩礼啊，撞肩了。哎，当然别跟着太大胖子撞啊，撞完了容易有生命危险。那也不至于，这就是撞肩礼啊，这过去的礼节、对了，现在就握手，你好，哦，拥抱一下，是，都是咱国内的。哦，简简单单的。国外也有啊。是吗？国外那实行的是什么呀？什么那叫亲吻礼。亲吻？对，这
说那么隐晦，不是亲嘴儿吗？哟，这有什么呢？不一样，你。虽然说他们国外那个人也比较开放一点，啊，互相亲嘴没问题。是啊，但是里边有讲究。你这有什么讲究？值得研究的事情。就刷牙什么的。哎，不是，口香糖了没有？那什么？是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场合亲的地方，它不一样。一套一套的，当然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你给说说。你想先说吧，啊，你说这个朋友之间，嗯，朋友之间亲哪儿啊？亲哪儿？亲吻这个脸颊。哦，亲这腮帮子。这不是腮不腮帮子这儿，哦，这是俄罗斯人。就亲这儿，亲吻脸颊。哦，那一般都是开这什么大 party 呀，嗯，哎，我们四海的朋友到这儿来，嗯，好一人家了，是，拿着这个香槟，又喝着酒，哎，穿着这个叫燕尾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系着小领带，嗯，前面这开信儿，哎，后边这一屁帘子，屁帘，然后，外国人聚会吃黄豆是怎么说？就是那个有放屁眼镜嘛，就是那个燕尾服，知道知道知道，这屁帘子，拿这个就看着你了，嗯，哦，我的朋友，朋友，我见到你我特别的高兴，我也有点高兴，来咱们 cheers， 干杯。坐在这儿，是是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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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气！多少有点轻。这酒得是你的吗？你能喝？怎么没上来就亲呢？这个。刚才不是 cheers 吗？哦。那是表示兴奋。朋友之间就亲脸蛋，亲吻脸颊。哦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啊。什么？还有就是长辈儿对小辈儿。这亲哪儿呢？哎，这种一般是亲额头。啊，亲这脑门儿。哎，比方说这孩子在外地上学，哦、是，哎，一去半年，嗯，半年再回家之后，嗯，好久没见这儿子了，嗯，表示欣喜。对，哎，亲了一下脑门儿。哦，哎，咱就来了这个，咱来，我呢是你的爸爸，我，哎，我的儿子。你等会儿，我的儿子。这脑袋我都不想要了，这个，哎。是怎么了？那是，没事，我就长辈就亲脑门儿，脑门儿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啊，您再说说。还有的就是那个，夫妻之间，哎呦，夫妻亲哪儿啊？亲嘴儿。回来好了，你来吧。天鹅手，不行，快来。他这人有点扭捏，他这个有点害臊，您要一鼓掌呢，他可能就大声一点。那大哥，你上了，要不然？哎呀，这受得了吗？这个啊，不是俩男的，这亲嘴实在不……你给我找一个不这样，好看，美什么呢？那个，这个演不了，换一片，他确实好久没亲嘴了。废话，哎呦我，提这干嘛呀？咱就演演别的啊，亲嘴不合适。不合适，废话，在舞台上不好呈现，不好看啊。那咱就是降低一个档度，降低怎么着？往前倒一倒时间线，怎么着？哎，咱们别到夫妻之间，那咱们咱是那个男女朋友，搞对象，谈恋爱，谈恋爱，你真恶心你，谈恋爱怎么亲？你乐什么？你乐？谈恋爱有那么可乐吗？谁家谈恋爱这么难？哎呀，那个摩擦什么感情？行行，黄花，我先问问，这谈恋爱亲哪儿啊？谈恋爱就比较简单了啊，他是这个蛇，他是这个，他是这个，他是这个，舔不是，就是亲吻手背儿啊，就亲一下手。哎，对，啊，那没事。他这是什么情景啊？啊，你给说说。哎，国外，嗯，咱就找一个浪漫之都。哎呦，法国，哦，法国，巴黎的。你住监狱去了，巴黎怎么？巴黎，前面的就是埃菲尔铁塔。哎呦，这是铁塔。铁塔后边，嗯，大片草坪。是是。这时候，一个小姑娘，嗯，站在这个草坪之上，对，穿着婚纱，哦，等待她男朋友过来，哎，求婚。哦，就亲一下手背儿。哎，男朋友徐徐过来，嗯，三膝下跪，对，牵起她的小手，嗯，哎，轻轻的吻一下她的。手份，对对对，哎，这叫什么呀？一吻定终生，就终生了。对，真不错，这再提就没事。行，当时反正好。哦，那咱表演一回。啊，没问题啊。太好了。那您来这个不合适吧？什么就不合适？就小姑娘啊。异
还不合适吗？合适合适。我妈就说我丰满。确实是。行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太难了！哎呀，我这儿想想，我够想想，够想想。别胡看。嗯，好好好。我就来这上。你不像，我给你捯饬捯饬吧。干嘛还捯饬？捯饬一下，你就更像小姑娘了。啊，你给我穿个婚纱。没错啊，这就戴个头巾呀、啊，表示这个婚纱了。太好了。来来来，哎。哎呦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？真刺激。你靠我这儿干嘛呢？真挺好看，好看吧？我都有点害羞了。挺好看，在那等着我。啊，我等着你。我在那边过来。行，我就来找你了。你过来跟我求婚。没错。来了。干什么？我有点激动。你像个小姑娘一样。来了，这像话吗？这个。我这改张飞了，这个。对对，张飞的妹子。女人一点。张飞。火爆。再来。这水就来了，这什么？这是水。洞房吧。哎呦。先回去，我有点不太明白。我这声音不像你声音像啊，你但是离小姑娘那种矜持的劲儿啊，还没有到达。你这有点太浪了。哦，沉稳一点。沉稳，你就能做到沉。沉。我这回争取我稳当点。稳当一点。行，好吗？啊，沉稳啊，矜持。哎。我的 morning， morning， 谁家小姑娘叫 morning 啊？就是你，就好比是我的太阳一样，太阳都不散吗？散人了，就早期的太阳，那还是 morning 吧 ，morning， 成早吗？刚转呀、啊，哎，我的 morning， 嫁给我吧。缺德！哦，我的猫呀！嫁给我吧！讨厌！不是，亲，您这亲手背儿，我啃猪蹄儿，我去。